我写了一个故事，干了，男主角就是香香。三公主是怀疑我在酒中下毒？这女配角就是这个陈子，酒里有没有毒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还跟我装？我，陈小千，卡在自己剧本里只有两个任务。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。第一，活下来。哎呀，不行了！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编剧都，我让你看看我怎么给自己加戏。第二，撮合韩硕跟楚楚，就是这个苹果，让这苹果跟香蕉赶紧在一起。这才是偶像剧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二俊，出招吧！怪我，怪我给了你这个一根筋的人生。你这种人啊，基本上是告别偶像剧。此女子小姨温柔，白夜不就是抱大腿吗？那你该抱还得抱吧。对呀、啊啊、男主角呢是属于女主角的、男二呢是属于大家的，小樱桃是一颗无欲无求的桃。你这水果圈啊真乱。三公主消消气啊，扒个橙子吃。扒橙子，晦气。扒个香蕉，好。既然三公主抢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我脱单了，我还没写过这么烧钱的信。烧橙子。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